在很多艺场打比赛，所以看到很多好莱坞明星他们可能出国旅游的时候，就怎么人脚就一刷，对，然后就会渐渐注意到这个。所以自己平常如果出国旅游的时候，大概会做什么样的一个装扮或是准备呢？其实我自己出国旅游会穿的，比较喜欢穿长洋装，然后我会选择搭配一双边草编的那个厚底凉鞋，就看起来很休闲，又时尚，然后又休闲。那有没有特别哪一款 Casper 的鞋子是两位比较喜欢的？那我也很喜欢草编的厚底凉鞋，因为度假的时候就是一双草编厚底凉鞋，然后搭一个 bikini， 然后一个罩衫，就会觉得说可以逛街逛很久，但是又可以在海滩奔跑。而且你穿平底鞋，看起来整个身形更加优雅。我觉得就是可以把一双非常舒适的高跟鞋，或者是度假搭配任何场合都适用的鞋子分享给大家，这样。我觉得现在女生都喜欢穿高跟鞋嘛，因为出去比较有自信啊，体态也比较好。那现在最重要就是要找到一双又稳，然后又好走，然后高度又够高跟鞋。那这鞋子 OK。其实我们工作常常会穿到各式各样的高跟鞋。那我觉得说，如果我今天这双高跟鞋穿了会让我们觉得很舒适的话，会觉得说，哇，是那个老天爷给的礼物。最近要宣传那个碰狗的电影，11月30号会上映，《求爱天空》是跟那个门内斯一起演的，对。特别火花没有，可是我觉得可以从他身上学到很多东西，因为我是第一次演电影，那他演了很多的偶像剧嘛，那我觉得学到了很多东西。最近9月、10月就是台湾秋冬服装秀的旺季，所以还是一直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。对，这两个人工作这么忙，那感情生活呢？都不错啊，我空白，我空白。有没有趁机就是讲一下自己理想对象是哪一种？我觉得要认识相处之后才会知道，因为设限很多的话，好像也就不一定会出现预期中的人，我觉得开心就好了。我喜欢好笑的人啦，幻想起来会比较麻烦一点，因为我个性太大啦啦，我觉得圈内人的话问题会需要那个注意比较多事情，太麻烦了。那有最近跟毛家的感情？其实都很不错啊，大家都很好。那比较忙，会不会比较少见面？不会，还是会有时间跟朋友出来啊。对啊，谢谢。